这一只雄性鸬鹚呢，如果说把它摆在我们人类的这个世界里的话，它是可以领残障手册的。它的右眼呢、右眼有一点问题，它那个有弱视。它来的时候呢，是跟着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一批鸬鹚一起进来的。但这一批送来就是13只，是单数。那单数里面呢，就是公的多了一只，也就是有6对。刚来那一年呢，到了繁殖季的时候呢，那些年轻的鸬鹚，他们都很快就找到对象了。那些公鸬鹚，就这一只呢，有残疾的这一只鸬鹚，它是属于年纪比较大的，然后又残疾，就一只眼睛不好啊，所以它的动作就没有其他年轻的小伙子快。所以刚来的那一年呢，它落单了。但是在落单之前，它也是跟其他的年轻的那些公鸬鹚一样啊，非常卖力的在打造这样的一个这些巢，就是到处啊去跟那些年轻小伙子他们呢去争去抢那些树枝，有时候会去争一根草。那盖了房子，就是希望能够有这个受母的青睐，可以跟他一起回来共筑爱巢。结果他第一年他落单了。今年他也是非常卖力，他第一个巢坐在这里，他把这个巢做得很漂亮，就是现在这个巢非常的规整，而且都不倾斜啊，很棒。他在这个地方想说等着其他的有母性的这一个鸬鹚过来，就等了半天还是没有，那他不得已啊，他又做了另外一个巢，所以他今年同时做了三个巢。别的公的呢是靠颜值就可以有美女啊，就可以这个投怀送抱。我们这一只残疾的呢，他没办法，没有颜值，他就只能靠什么？靠房地产呢来追求，看有没有美女可以对他这个青睐的。结果呢，还是一样啊，还是一样。后来没办法了，他就只能去抢别人的老婆。他抢到谁呢？今年他就抢到了我们这一只了。这一只本来是跟别的鸬鹚是已经配好对的了，那后来呢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一只残疾的鸬鹚呢，它的房地产太多了，它三个房地产就随便这一只母的来挑，他们现在就利用这个巢了。这个巢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两只来的时候才这么高而已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残疾的非常卖力，他好不容易讨到老婆了。肯定要好好的表现表现，所以就到处去跟人家抢这种树枝，到处去捡。所以你看他多卖力啊，他连这种布啊他都给拿来垫了，这个是一口袋子，他连袋子都给拖回来做地基了。所以呢，你们可以看得到他现在他这个楼层啊，搭起来之后是比别的楼层还要多一层楼。人家那个是平房，这个是2楼、3楼的洋房。那好不容易呢，我们今年有了这么漂亮的一只这个白色的鸬鹚跟它搭配了。本来想说应该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 ending 了啊，后来更悲催的是，找到了这只鸬鹚，本来是以为它是一个美女，那最后呢？经过陆老师的鉴定啊，没想到他就是在放在我们人类来讲的话，他就是一个人妖，是一个变性没成功的一个人妖。因为像他这种品种呢，
它是不会繁殖的，啊，起码在我们这个园区里面这几年，啊，它都没有繁殖出来，一颗蛋都没下过，啊，而且呢，这一只的右眼也是有一点问题的，跟我们这一只残疾的是一样，都是出在右眼上，所以残疾对残疾啊，正好两相配。由于我们这一只公的呢，他在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，尤其是在这个讨老婆这件事情上，他从来不马虎的，非常认真。那么我们就给他取名叫认真了，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，盖房子很认真，抢老婆很认真。然后呢，他对于他内心呢，打造出来一个梦想也是非常认真的。那我们希望呢，他可以跟我们这一只人妖如此，可以好好的把下半辈子给过好。但是根据我们对这个如此的习性来讲的话，每年他们都会换配偶的，所以今年咱们就这样子了。明年呢，我们就祝我们的认真，在重新洗牌的同时呢，可以找到他的好伴侣。